我哋今年多咗人，多咗單位出 solo 啊嘛，咁所以多咗一個其實唔多噶，我哋多咗幾個人，得翻多一個獎，所以條數係唔啱計噶，咁所以我哋要繼續努力用作品說話 ，yeah！ 呢啲三個關係我唔識啊！好感動嘅，因為其實有好多樂壇嘅前輩啦，其實由 我自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嘅。咁今次可以得到啊 Hubert 前輩啦嘅支持，所以我都好開心嘅。咁嚟緊就繼續小薯，即係我係一個小薯仔。你想做？我以為你想做小薯茄添佢。係啊，咁我會繼續做多啲歌去去。陪住大家成長咁樣咯。哦，然後用作品説話。耶。同埋頭先喺台上面表演嗰陣時，係咪都有少少企唔穩？企唔穩。O K。點解企唔穩咧？就係因為可能太忙我嘅狀態，即係我係自演唱會之後，其實演唱會都有啲提前望喺度望下咁樣，但係頭先係第一次冇望歌詞地去唱呢啲。全情投入。全情投入嘅，咁好投入得滯，跟住之後就自己唔知點解喺度跌下撞下咁樣嘅，係啊。咦？咁純粹係一個狀態嚟嘅啫，師傅道，師傅道啊，師傅道，一個跌下撞下嘅狀態係嘛？係。同埋都想問翻 Eden 啦，今日都非常之多 fans 嚟支持你，咁你有冇新人獎嗰個感覺？好開心啦，都係大家支持啦，咁因為是大家投票所以才會有這個獎，所以很感激每一位粉絲的支持，接下來就會繼續努力再做得好一點，就用作品說話。 Yeah！ 終於等到了，是不是的？不要騙我們，我們等電話的了。真的自好喎，我哋練定噶啦，我哋練定喎，想聽咩歌啊？最想見到邊個？最想見到邊個？你話最想啊，真係要諗下喎。我想見到 TV Buddy， 未見過佢，真人未見過。係啊，見山咩見得多啊嘛。係。My Buddy。My Buddy， 佢咁多隻色。用作品說話是其實跟每一個歌手或者跟每一個人合作，我們都很期待，因為其實我們都要需要向每個人學習，用作品說話親口講特別好聽，或者可以演繹隔離台的電視劇主題曲都可以，我們多謝謝謝 Thank you。新年快樂，聖誕快樂，大家！聖誕快樂。唔知，等先 ，Koi。啊，呢個兩支都係你嘅。謝謝。呢邊啦，左邊，唔該，呢邊左邊。你好似左手邊，唔該。好，一齊中間啦，唔該。好，呢度咧咁多位冇。好，咁多位身邊放多張啦，唔該。唔想用你嗰啲啊，嗯，唔緊要。好，嚟多張呢邊，好呢邊。拍片，我都冇去。跟住我啦。
你。左手邊啦，唔該。四十五度。Thank you。好，手板呢度一齊，手掌呢度啊，唔該。呢度下面。邊度下面？